这不正是盛大哥吗？啊，姑叔家的林妹子。盛大哥，真巧在这里遇上你。我大哥说他终于找出开启那个铁匣的方法，要我通知你来一趟。我正伤脑筋要上哪儿去找你呢。那一定是我和林妹子心有灵犀了。那我先回家泡壶好茶等你们来，咱们待会儿见。无聊吧，这是在下某日音乐机会发现的，但在下眼拙无法分辨，想问这是否符合你想要的。让我瞧一瞧啊，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这确实是当年彭城一战中楚军传信的内容。这多年来的梦想终于实现了，既然是真品，真是太好了，恭喜吴老板得偿所望。不过恕在下多问一句，关于先前约定免除公孙策现在一事，是否一笔勾销？当然，为除此之外，我还要送你一些东西，好答谢生肖侠终于让我完成多年以来的梦想。吴某相信这些应该能派得上用场。多谢吴老板，那在下就不客气收下了。吴某虽以放贷为业，却非是被视财如命的鄙俗之辈，希望生肖侠不要因此将吴某看得轻了。吴老板多虑了，在下非但绝无这种想法，还很佩服你的怀古之情，愿意花如此代价换这样的东西，这么划算的差事，在下可是多多益善的。既然沈少侠这么说，吴某就在后言请托，相信你以你的本事，将来必定还能找到其他古物，届时还请不一定带来给吴某瞧瞧。这么吴老板开得起，咱们一言为定。拿一把紫金剑哦，这把紫金剑在幽城幻剑路的高老山那边拿到的哈、哦。那修完之后，那修完之后就会变成紫金剑哈、哦。那目前紫金剑是比古银剑强啊，22阶。好，换一下。郭叔兄，好久不见，我们又来打扰了。欢迎欢迎。那是大哥你太懒了，连买酒这种小事要差事我去做。话不能这么说，俺破解机关时必须全神贯注。不过你的辛苦并没有白费。没想到这铁匣竟然是这样开启的，这机关如此精巧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。可不是嘛。幸好我遇上了龚叔兄，否则一辈子也打不开他。这是申少侠之物，俺只受托想办法打开的，里面放些什么俺可是不敢多看一眼。哎，这是龚叔兄太客气了，咱们这就来看看里面到底放了什么。啊，申大哥，这个是一块铁块吗？虽然看不出这到底是什么，不过我想这并非他原来的样子。就俺看来，这或许是柄被丢进火炉毁坏的剑。就算这原来是柄剑，变成这样也没办法用了。至于这机匣，若龚叔兄还想找出其中的奥秘，我就把它留给你，慢慢钻研如何？太好了，这俺正求之不得呢。大哥，别把我说的这么小心眼，
你就安心的玩你的机关吧，其他的让我来便是。哎呀，谁叫我就你这么一个大哥呢？既然如此，我们就不多打扰公叔兄的研究了。申大哥真是坐不住，就不肯在这里多待一会儿。也罢，以后有空的话，要记得常来喝我泡的茶哦。一定一定。这雾真是浓重，十步之外就被雾气所笼罩。不过，仍然能隐约看出这附近都是长满长草的平原，这里应该就是孙都尉所说的东城之源。申兄弟，小心！这雾里充满战场的血腥味和死人的气息，只怕那妖异之说是真的。何大叔，你别乱说话啊！姚妹子，何官人没有故意吓唬你。公子，若妾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有人在此布下了强力的乱箭。兰姐姐，什么是乱箭？就是以遁甲之术逆乱藤一箭中的四级之线，不论往哪个方向走，最后都会莫名的回到原来的地方。原来如此，如果那些士兵也陷入了这乱箭，就可以解释他们为何一直没有回去了。那这么说来，我们也被困在这片雾中了。虽然我也不知道如何走出这个乱箭，不过我们十分幸运，有位好心的朋友愿意帮忙。这位乌鸦老爷熟悉这一带的地形，他从天上往下看得清楚，不会受到雾气的迷惑，因此可以为我们指引正确的方向。兰姐姐，没想到你能理解鸟兽的言语，这让我对你的佩服又增添了一份。雕虫小技，不过偶尔总能派得上用场。公子，地象的纷乱由此开始趋缓，看来我们已经成功地走出了乱箭之线。不过前面的雾气里似乎有道异常强烈的灵气啊！从前面传来的是打铁的声音，看来之前的乱箭多半就是此人设下的。何大哥说的是，不过解铃还需系铃人，不论这人是何方神圣，我们都得见上一见。我们这就去前面看看吧。没想到这里居然会有客人。
你们是何方神圣，居然能闯进来打扰老夫的兴致。晚辈名叫申子俊，由于受人之托前来这东城支援，寻找失去音信的徐州城士兵。好不容易通过迷雾乱界后，突然听到前辈的打铁声，因为好奇所以过来一探究竟，并非有意打扰，还请老前辈恕罪。等等，是你？居然是你？没想到老夫久久以为重游旧地，居然就遇上了你。毕竟是天意，天意啊！哈哈哈哈。在下与前辈素未谋面，莫非前辈认得在下？当然，难道你不记得老夫了？等等，或许是你还没记起以前的事情。以前的事情？看来你还没想起来。过了这么久之后，终于又看到你，还真是别有一番感触。等等，这感觉是……莫非你把那个也拿来了？前辈所说的那个是……你怀里那扭曲的看不出剑形的铁块。还想在老夫面前装傻吗？前辈，你所说的莫非是这个？正是这个，正是这个呀！当年他在你手上变成这个模样，而过了这许久之后，他再一次回到你的手上。或许这段斩不断的姻缘，你我今日才会再一次在这个旧日之所相聚吧。而上天安排老夫在这里，只会是一个理由。老伯，你唬烂我，老伯！没想到居然把这里的魂气都给用光了。要解开封印，将它重新唤醒，似乎比我想的更费功夫。你当我瞎了吗？你都敲几下就直接变了啊？我以为你会叫我去旁边走一走，再回来找你之类的。这是哆啦 A 梦，不是火神助龙好吗？这是变魔术，他也不用加热，加灵气是不是？敲一敲就好了。目前老夫只能让他先回府就关，你想让他回府一下无妨，但别忘记他人未真正完成。在老夫有机会再次修理他之前，还是先把他好好收着，而别这回就倒了之前的覆辙。这个就是我的右眼好痛。啊，沈大哥，你没事吧？啊，血流眼开眼了。等等，你的右眼，这是……我的右眼看得见了。哎，原本申子俊的右眼是看不见的。原本申子俊的右眼是看不见的，是这样吗？我不知道哎，我现在才知道。照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他原本右眼是看不见的，所以才用刘海把右眼遮住，所以现在看得见的。自我有记忆以来，不曾张开过右眼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
啊，原来右眼是瞎的哦。这战斗头像是暗示这个，对，前面是没有特别提到。对，你取回霸者之眼的力量了。等等，前辈，我还有事情。申大哥，听刚才那位老前辈之言，这剑对你十分重要。可是你脸上的表情如此沉重，莫非他让你想起了什么不愉快的事吗？妖妹，不知为何，这柄剑让我感到莫名的不安。他说这柄剑让他感到莫名的不安，也就是说他手上这把剑是霸剑吗？老人是苍凉哦。也有可能呢，过那么久了。然后生子俊他为什么变小孩模样，不是转身之类的吗？很明显啊，因为昨天玩项羽那一段，项羽是有霸者之眼的，好像主角又觉醒了霸者之眼，那主角跟项羽是等于吗？还是他是跟霍雍跟夏侯仪是这种关系，就是霍雍转生成夏侯仪这种的关系，还是是等号还是不等号？哦，不着。公子，剑自古为三奇之一，多具灵性，能通人心。哦，对哈，因为之前在拿阻止项羽拿霸剑的时候，有时候有泄露剑尖，让项羽知道，但项羽还是坚持要拿。是啊，是那个。既然你不喜欢这柄剑，就把它放到包袱里面，然后给忘得一干二净，像我小时候把讨厌的经书藏到墙壁里一样。姚妹这么调皮，楚前辈没有为此打你的屁股吗？我有个屡试不爽的妙方，赶快找到那些失踪的士兵，回徐州之后咱们好好喝个痛快，自然就没事了。何大哥这个妙方听起来不错。我们赶快去找他们吧。你们是谁？你们是胆识鬼？这做什么？这位君爷别激动，我们真的是活人，受徐州孙都尉之托来此寻找数位未回的失踪士兵，想必他说的就是你们几位吧？那真是我们没错。不过你是怎么通过浓雾的啊？我们才刚走进来几步，就觉得头昏眼花乱了方向，又看到远方是乌龟重重，吓得不敢乱动。大雾一直不散，我们又饥又渴，躲了几天，这样正想下去，横竖都没命。为了冒险出去一闯，没想到这回又遇到你了，真是上天保佑。还有几位躲在这里不动，正好避了凶险。如今外头的妖物已解，已经可以平安离开这个东城之远了。几位不嫌弃的话，我们就一起回徐州城吧。那还用说，咱们这就走吧。
申兄弟，多谢你。何大哥不用客气，你的事就是咱们的事。听说杭州有许多名菜驰名天下，我早就想去尝尝看了。那白双瑶根本就是天地姐所有的依依嘛，那么爱吃。我就知道瑶妹会想到这个。请问我进到什么世界了？这是我进到什么虚拟世界了？我就问，怎么了啦？是什么鬼？我只是在那边跳而已啊！哎，我还不能按 ESC 哎、欸。我要跑出地图。好了好了，我重开了，这没办法，真重开了。我应该还在原地，可是我现在不能动作，要直接关游戏了，救命啊！我刚刚是在这里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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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跳跳，然后就进去了，进到一个世界。啊，真是进不到那个世界了。哎、欸，难道刚刚那个更新就是修这个吗？有这么刚好？我刚刚是跳哪边？跳到这里，然后就是有一个地方，然后就我想试出来。哎呀，到了这里。下官总算是可以松一口气了，托了少侠你们的福，这回的旅途十分顺利，沿途没遇上任何麻烦，真是谢天谢地。嗨，不用客气，平安无事总是最好的。倒是我们啥都没做，却舒舒服服地搭了一趟官船，倒显得是我们占了些便宜呢。少侠说笑了，下官还不知要如何答谢你们。那不是陆军陆大人吗？赵成，这次的漕运总算平安抵达，辛苦你了。徐州官府的孙大人那边还好说话吗？回大人，孙大人因为时机不凑巧，没能出借人手担任护卫，是这位少侠一行仗义相助，自愿随行护卫，这次漕运才得以如此顺利。原来如此，陆某得好好答谢这几位民间义士。等等，这位兄台看起来很面熟，莫非你是？陆俊，看来你没怎么变啊。副指挥使，真的是你？那这边有一句重点，你看来比属下年轻得多。我人已经不在禁军，就别以官职相称了。副指挥使可别这么说，大伙对你可都念念不忘呢。既然陆大人如此坚持，我这区区百姓也只有恭敬不如从命了。是，副。哎呀，何大哥，我和敬宾楼的掌柜颇为熟人，正好让他拿几坛珍藏好酒和私房佳酿出来好好招待。多谢大哥和几位愿意赏光，酒菜还合口味吧？多谢招待，你的酒量看来也没什么退步啊。大哥，你从以前就能一眼看穿属下的心事。啊，让我猜猜，你想要我们帮你对付胡道吧？正是。
这种事确实是难以处理啊。何大哥，我们就是为了护卫曹船而顺道来杭州的，既然事情的起因就是这些狐道，这件事咱们就管到底。申大哥说得好，杭州风景优美，饭菜又好吃，我可巴不得在这里多留一阵子呢。公子，既然姚妹子这么喜欢这里，咱们不如就先在这儿住下好了。看来申少侠几位是愿意留下来帮忙了，陆某感激不尽。多谢陆大人，我们会尽力而为的。几位可以先到杭州四处逛逛，熟悉一下这里，应该会对之后的查访有所帮助。OK， 我们又有免费的客栈可以住了哈，每到一个城镇都有免费的客栈可以住，真是开心。少侠吧，曹所的陆大人刚刚派人过来，要我们为您与朋友们准备一间上房，这些都已经准备妥当。哎，沈少侠客气了，您的房间就在 B 店二楼，从旁边的楼梯上去就可以找到，请好好休息。若您还需要些什么，请尽管吩咐。沈少侠，陨星尘沙。五份。OK， 拿到一个兵法书哈。8000文，猛袭兵法书。发现就是有加了很多这个兵法的部分哈。OK。那在这边出发，对。灰云帮少帮主。哇，三四等啊。对无法抵抗者造成降低兵的防御的食欲不利状态。罗百坏，
哦，帮主蛮强的哦。不怕光，诸暗为约。啊、哦，他送我宝剑了，玄真剑吗？哎、欸，真的是玄真剑的。哦，还有一个兵法书，大丰收。哇，三十七哦，这位阶三十七耶，封住可以加这么多哦，哦，还蛮不错的。好，我们看兵法术的部分哈，这个，哦，对手造后伤害就会减少血尽七弄子，哎，哎，这还蛮不错的。多谢陈少侠关心。玄根龙胆的草药，不过我手边玄根龙胆用完了，要回鱼龙山道找。欸、要回去鱼龙山道，又是跑腿，在黑血鬼那边哦，很远呢、欸。好，我们捡到了哈。玄根龙胆，这是经验值而已。然后后续的支线好像还会影响到，所以这个还是要解。申大哥，果真是你！原来是燕君妹子，好久不见了。是这样的，李大夫有个时常互通书信的好友，就是杭州城回声医铺的谭老爷子。说来挺巧的，我们在徐州受托护卫曹船来这里，
遇到何大哥的旧日部署，答应帮他解决胡道的问题。太好了，这阵子我们又可以经常见面了。申大哥，你们来啦！啊，燕君妹子，你脸上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开心，是因为刚才离开的那个人说了什么吗？那是平常帮药铺跑腿采买药材的小厮，他刚才来回报，杭州城里到处都买不到我要的药材。药材？是为了治疗你之前说的怪病吗？嗯，我帮几个病人把脉问诊之后，感觉这怪病并非是热胀力所造成的瘟疫外疾，反倒像是服用了某种不知名的毒物所致。杭州乃是水陆通运之枢，百商云集的大城，不论任何货品，应该都有豪商能帮忙调集采办。还是何大哥见多识广，咱们就这么办。燕君妹子，找药材的事就先交给我们吧，若我们有所进展再回来通知你。太好了，多谢申大哥与何大哥。赵老板吩咐的这件差事有点难办啊。如果无法可想，或许可以找陆俊帮忙。两位请放心，妾刚才看了赵老板的面相，以寻找失物之法沾之，车队应该位在杭州城东南方。不愧是蓝姐姐。嗯，我们这就赶快去找吧。啊，何大叔，你突然停下脚步，莫非？我听到这树林里有些动静，似乎是有人在交谈。不愧是何大哥，咱们快到前面瞧瞧。你们每次大老远到这个荒郊野外做什么？别来碍我们的事，马上转身头也不回离开这里。大爷嘛，就饶了你们一帮人的性命。看来咱们找对地方了。此地无银三百两，四方把货的货就是你们抢走的吧？劝你们赶快乖乖的交出来，免得多吃苦头。哼，你们果然是来找那批货了。既然被你们发现，那就别想活着离开。我们刚打完之后，有一个这个装备，这个听说比较重要。哪里啊？哎，这个是不知道是影响到后面合成的东西，不过
看网络上面的分享是说这个东西很重要，所以在打这场的时候看大家能不能刷到，尽量刷这个，可是它是必掉了，我不确定，我是打一场就掉了。好的，多谢几位一路护卫小的回到杭州城，虽然是迟了点，这批多灾多难的货物总算平安送到了，车上的货都放在这里了，就等那位赵老板来清点。众位好汉还请慢走。然后这是另外一个支线任务齁。